Hello 大家，今晚去咗练车之后咧，一个总结就系我好大机会 probably 系会 fail 嘅呢一次考试，太难啦 ！Just what is it？ 咁同埋另外仲有翻工上面排班嘅嘢要同人哋沟通啦 ，which I， 唉，我真系好唔中意，好唔擅长。同人哋溝通，同人哋 say no， 我心情麻麻啦。今個星期我都係去運動下，睇下會唔會有幫助。去健身房。アスクロボーイ。我已经训练完，今天是一个能量非常低的星期日，被很多不应该我烦的东西烦住了我自己。现在想着去吃些东西，想请教一下我这个已经被人摧毁了的 weekend。不开心。
得，好似可见。剪咗一个晏昼嘅片，我等阵就出去唐人区买啲嘢，本来想趁住太阳落山冇咁晒之后先去，但系而家四点啦，我觉得呀应该都唔会话太晒，差唔多，但系要趁住我 day off 嘅时候去做。大家睇下今日我嘅 OOTD 呢个中式嘅 tube top 碎花嘅牛仔裤。走，哒哒，系购物体验最差嘅一次。揸摩托车最烦嘅一点就系，我一买起嘢咧，我就唔顾大概系有几多啦。咁我买咗咁多嘢之后，先发觉，哇，我未必车得到翻，因为我容量真系有限。So, 我頭先真係 struggle 咗好耐 ，but anyway I made it， 好多嘢，買咗支豆漿，應該係冇糖。Pickle， 太普通，我想要個炒蛋蘿蔔羹，好吃。哎，個西紅雲豆腐它甩色甩到。我至愛的呢一間熟食嘅滷水豆腐，今晚要送啤酒嘅小菜，即係我 expect 家庭係烤啤酒嘅前提。藍莓，哇超大粒！我而家過嚟試食我啱啱買嘅有滷水豆腐啦、滷水鴨翼同埋有呢個鹽焗雞腳。Catch， 同埋我 friend 一食咧，不停咁讚我，就好忙咁覆緊佢，因為我哋而家喺度傾緊八卦，同埋另外又已經準備咗呢個我等食嘢要睇嘅呢個影片啦，啱啱出嘅陪審團《釜大校園美食》，我好想睇，因為佢有鹹的蘋果果汁，我一直都很想喝鹹的鹹口味的蘋果果汁，我等我好有興趣睇呢個，就已經準備好啦。
Hello 大家 ，Good morning， 我而家喺度等紧咖啡 ，after that 就去 workout， 而家系35分，虽然好似唔系好晏，但系我已经起咗身好耐，所以我觉得嘥咗好多时间。今日会系第二练，因为礼拜日练咗一次，咁礼拜二练一次，三四五六我翻工，咁就会去到下个礼拜日。我觉得呢个节奏都 OK。The one that I'm looking at is 65, right? If you can do it, please. Yeah. So, yeah. Cool. Sure. Alright. 今日要換胎啊！我哋部車，所以我就諗住啊，既然係咁嘅，不如便直接過嚟換胎，然之後喺附近食啲嘢就算。我哋過到嚟之後咧，唔知係之前佢size 講錯啊，定係其他溝通上面嘅問題，總之搞錯咗，今日係換唔到啦。我哋已經 ，yeah。
呢個係。我今晚要試整一個豆漿涼麵，喺上網睇翻嚟嘅一個 recipe。成功嘅話咧，我聽日翻工就可以帶飯，就可以帶呢、這個涼麵。炒咗一個，好靚啊！啊，見唔見到呢度係咯？十。今日是十月的最后一日 我的 day off daylight saving 的第一日，所以今天起身什么都没做就已经没了一个钟了。今天 day off 没什么特别啦，星期日上片日，一直在整紧新片的东西。我已经好像很久没试过连住两日有休息了。其實我都幾開心嘅，可以唔使出街或者冇其他地方要去，因為畢竟今日真係非常之熱，30几度，出邊係曬到融啊！我而家坐喺度吹緊冷氣，但係呢邊嘅太陽曬過嚟，我都依然覺得好興。但係其實 day off 我都會屋企陪下自己嘅，咁啊有少少唔係咁開心。Thank you.